这是谁啊？报告雷哥，是毛三虎。他伤得怎么样？他伤得很重。兵是根本呐，没有兵哪还有什么将帅。走，咱们打了败仗也不能把伤兵丢掉。去，两个人把他架走。来人，架着走。我们架走。来个肉，来来来，给我个牲口添点好料啊，烧点烟。哎，美人，咋一个女子浇水了？看，谢谢，流血了。啊，来，哥帮你浇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哎，老实点，干什么？下来，干什么？老实点，打死你！哎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好歹了，好歹了，打死人了，好歹了！哎呀，好歹。前狗后狗都去了，张家不也去了？去了也没行见。哎呦，亲家爹，你爹怎么还没找见？没有，跟爹儿被人害死了。娘，看你都想到哪打里去了。俺爹三虎子呀，三虎子又不是个小娃娃，咋就那么容易被害的？十有八九被周若怀和令四殿的人抓起来了吧？那就找周若怀要人去。走，周若怀要人，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眼下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是周若怀暗害的咱三虎，到他家去要人，那老东西不会承认，反而会咬咱一口。哎，说不定三虎在路上得了病，住在哪个人家里，想等病好了再去凤阳府呢。可从凤阳府回来的路上，该打问的地方可都打问了，都说没见过呀。那好啊，路困手啊，吊溜溜，八米。尿条腿，尿条腿，停下腿！我们来救你来了。尿条腿，尿条腿。什么事？周汉，周汉王文字弄回来了，人了吗？在河馆吃点饭，顺路到冯家去了。快吃什么？你再不让他去冯家吗？咋的了？花花又进了令家了，冯家认不认他还难说呢。
是咋的回来的？那周汉跟方哥抢回来的，那嘎当。哎呦，哎呦，瘦了，我娃瘦了，瘦多了。我瘦，我瘦。哎呀，我娃受了不少罪吧？我受罪，我受罪，我服输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我都忘了。自打你走后呀，学里一直不熟他，成天呀跟这堆石头较劲儿呢。他达，你快过来看看，冯叔，冯叔，冯叔，环环回来了。冯叔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把个三虎哥哥带回来。不管是谁，能回来就好，能回来就好。周家、令家用的啥手段，我都知道了，咱给他两家的仇结大了。华华，爹，爹，爹，我回来了。要不说先回家看一下啊，给你冯叔婶子话都说的差不多了，跟爹咱走啊。老哥，华华刚回来，在这儿多待会儿，这不和在自个儿家一样吗？哎。好兄弟啊，你看花花嫁过周家，二哥又到了另一家。哎呀，说实话不知道你们是咋想哈的，我心里没底。看你说的，我冯家没有这么多的是是非非，嫁周家进另一家那不都是被逼的。在冯阳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花花是个好女子，能在我们冯家当媳妇儿是我们的福气呀、啊，就是就是，我们不会嫌弃的。等把三虎子找回来，就立马给他俩成亲。啊，他说他事儿啊，有你们这个话，我就吃了定心丸了，踏实了啊。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？蓝花花回来了。蓝花花回来了，啊，又是那个张仲汉给抢回来的。这个女子造化可正当，她现在在哪当？在家了。要不要把她抓起来？他现在已不是我周家的媳妇儿，是令家的姨太太，让令家去抓，我才不出这个头呢。只要令锦荣能顺顺当当的给我生儿子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管。好，我明白。嫂子，嗯，你说咋办呢？咱求谁才能找到咱虎哥呢？在咱们这一拨人里，最有势力的就是张仲汉，只能求他。我从扶阳回来的路上求过他了，他含含糊糊的，没说成也没说不成。仲汉嘴上不说，可他心里一直想娶你，这谁都知道。你托他的事儿，他不会不管的。明天一早。去找他，再求求他。嫂子，就是因为周哈哥对我有这份心思，我才怕他不肯帮忙找三虎。哎呦，周汉是个磊落人，他不会为这见死不救的。可这么一来，你欠周汉的情就更多了。咋办呢？这啥事情碰到我和三虎哥哥身上，他这么难吗？方圆几百里看看，有哪个女人自己给自己找男人？你是头一个，强打出头鸟，你咋能不难呢？嫂子，我在另家浇水的时候想过，这世道上的人啊，分三六九等，最底下的，就是咱女人。当女人，
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这世道不是在变吗？等变好了，咱们女人一准能变成另外一个样。那得变成个什么样子呢？咱们是女人不假，可不能总等着男人只给咱们活路，咱们也要有自己的主意。咱小青青，哎呀，老爷，有这么多好吃的呀！下去吧。是。来。老爷，您怎么不吃呀？这是大太太皮中专门给你夹的菜，我怎么敢吃呢？刚进门的时候啊，你每天啊让我吃四顿。最近呢又加了一顿夜宵。现在又顿顿给我加那么多菜，您是不是想让我吃个大胖子呀？胖不要紧，只要你呢身板子结实，能够跟我生个大胖小子，我会更加的疼爱你。可是冰淇淋啊，我那养父可是吃了大亏了。这话怎么说？您多有福气呀，想把我啊娶过来啊，就顺顺当当的娶过来了。而且呀，不久我还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呢。而我爹呢，他想娶蓝花花，到现在还竹篮打水一场空呢。来吃。来。老爷，您为什么不把蓝花花抓起来，然后给我爹送过去呢？啊，来。你二哥有武装，我有什么？那张宗汉可不是个吃素的，我怎么敢跟他较量？你爹亏不了。来吃。你也吃。你话。好。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和大虎、三虎、成光他们在周若怀家的枣林里偷枣吃，不给你吃你差点抓破我们手的事，现在请你吃你都不吃了？不是我不吃，是我实在咽不下去。为了三虎，周海哥，我不跟你绕弯子，我这次来还是想请你帮忙找一下我三虎哥哥的下落。我说过了，我要打仗。你跟我说句明白话吗？你要是害怕三虎哥哥回来就把我抢走，你跟我明说，我再也不来烦你。站住！你把我张忠汉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张忠汉要是想要我喜欢的女儿，我就光明正大的迎上去，乘人之危的事情我不做，更何况我也不怕和谁比。周海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惦记个三哥哥，惦记他手里的那封字据。没了那封字据，我没法堂堂正正、安安生生的在三十里铺待下去。那令家随时都可能来抓我，我心里也着急嘛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忙我还是非帮不可了。你这话说的是要整些帮我呢，还是哄我呢？我什么时候哄过你？周海哥，
等找到我三哥哥，我就亲手给你绣一个有求必应的大匾，给你挂到山峰上，好好谢谢你，给你扬名，好不？扬名倒不用了，姓我更不用了，只是到时候找不到三虎，你不要怪罪我就行了。我哪能了？好，我还要给你提个醒，我有仗要打，帮不出那么多人手去。你要私下多托些人，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三虎，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我是个笨人，可我还不至于笨的在一棵树上吊死吗？那可就放心了。谢谢周海哥。哎，站住！现在肯不肯吃我的枣了？可吃。啊，小姐弄得挺棒棒，棒棒听听上楼棚，杨环端过那个洗脸盆，开水冷水别别。你个疯女子呀，成天家子不长家，啊，跑十八地方去了啊！爹，啊、你不是想告的周若怀和六十殿吗？啊，对。我从万华山回来的时候，偷偷找了个长老伯，写了个状子。嗯，看一下。好，写好了。写好了。嘿嘿嘿，颠倒了，颠倒了。嘿嘿，这样看。啊，嗯，好。好。啊，爹，等我三虎哥回来了。咱得把这个状子拿上，再把三虎哥手里的那个字据拿上，咱到县衙门喊冤去。哎呀，你周汉哥愿意帮助三虎啊、哦？应承好了。可是咱找不到三虎，拿不到三虎手里的这个证据呀、啊，咱打不赢这个官司。爹，你放心，我除了周汉哥，还找了好几个人了，还有卷子他们呢。哦、你放心，肯定能找到了。嗯，三虎哥，哎呦，放好啊。啊、哦。哎呀，我爹现在又犯瘾了。哎呀，好长时间不穿呀，这个手还真的痒痒的。哎，爹，我、回来的时候听说家县白云山过庙会的了，那河东河北河西好多香客都过去，一波一波的。你要不去凑个热闹吧，给大家伙添点欢喜啊？不去不去不去。啊，没事儿，现在我回来了，这家里面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忙忙。交给我了。十八地方都不去。我女子刚回来，我要成天看着个女子，十八她都比不上个女子要紧。爹，那成，那爹，那你跟我谈，跟我唱啊，咱们爷夫俩在院子里自个乐呵。嘿，那好，我就给咱唱啊。舅妈，你就是个妈，你跟邻居家弟儿说还有妈，十转苦到老车呀，我弟儿上这住院子有火烧房，啊，他还有毛豆子高米汤，老母猪有光刀子也猪枪。啊，你看这忙不忙？真是个忙。啊，小姐弄得咱就棒棒。棒棒听啊听啊上楼听，杨环端过来个洗脸盆，开水冷水就来个硬，啊，左手左腕盘龙筋。用说用万岁不用，盘龙机上两字儿唱，岁不用上玉香堂，
前是张兵把琵琶，后是陈王拉海马。哎呀，哎呀！院方说我们有多少兄弟可以出院了？明天大概有13个人可以归队啊。哎，刘副官，冯三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几个养好伤的兄弟，你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都能驮开这拐杖走好几步了。是吗？啊，来走几步我看看。你看啊。哎呀，三虎啊，别着急，再好好养养啊。哎，刘副官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还没能好好谢谢你呢。不是我救的你的命，是苏旅长救的你的命。哦，那等我伤养好了之后，我一定拼命替苏旅长好好干。那你就不回去看看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兰花花？咋都不想呢，可我现在寻思着，我回去也没用，我回去也救不了他。我要在部队好好干，等我升个一官半职了，我就带着人去救兰花花。升官尽职，想的容易啊。有多少人在部队上干了一辈子，连个班长都当不上？可苏旅长跟我说过，只要在部队不怕死，好好打仗，就有晋升的机会。为了让我华华不再受苦，为了让我家，为了让他家都不再受人欺负，我就提着脑袋干，我就不相信苏旅长不提拔我。哎，我听说关中驴将，依我看，你比关中的驴还犟。这都是我爹跟我说的。冯三虎，听说你是陕北30里铺人。对啊，我有个同学叫娟子，也是30里铺人。娟子姐呀，那跟我和华华都熟得很。哦，只不过他爹跟我没有仇。是吗？我只听说他爹这人脑筋旧得很，老想把他给嫁出去。等哥以后回去，绝饶不了那老东西。三虎，不要老上火动气的。过两天啊，我和苏旅长去广州开会，旅里有张副旅长代行军务。你是他的眼中钉，留心点儿。哦，我走了。我知道了。孙参谋，走吧。花花，花花，我给你做没水了，打开下水啊。花花，咦，花花。哎呀，这个疯女子啊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哎，哎呀。从前家就是啊，这他跑哈，这他跑哈，哎，哎，啊，爹，哎呦，哎呀，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吧？你先放哈放哈，再喊我的，我有事跟你说了。什么事？一个在山西挖煤的人跟我嫂子说，他在黄河东岸看见个三虎哥了。啊！我就到挖他个堆找到人去了，结果那人到山西挖煤去了。哎呀，那就赶快指人到山区去打问嘛。啊！哎！娟子姐。哦，娟子姑娘来了。老叔，三虎，三虎有下落了。等等。三虎走到黄河东岸，令景生和他的手下绑架了三虎，把他卖了壮丁。卖到哪他去了？我刚刚收到一封宁夏新华侨来的信，说他在苏旅长的队伍里。啊！苏旅长是苏雨柔吧？对。哎呀！爹，你赶紧看一看。嗯。写信的人是我的一个同学，在21旅当参谋。他说，咱30里铺有个叫冯三虎的小伙子，在他们新兵连里当兵。苏旅长对他非常器重，赶快给三虎打信啊，让三虎回来，把那个字据送回来。哦，娟子姐，你给帮忙写给他啊。哦，对了，信上还说，打仗的时候三虎腿上中了一枪。啊？是重彩还是轻彩？重彩轻彩信上没说，只说他在新华侨西医医院住了有些日子了，现在战事不打紧。你们赶紧去看看他吧。哎呀，啊，爹，可得准备盘缠，我要到新华桥去看看我三虎哥，把三虎哥接回来啊！爹，快去把大虎他们叫过来吃饭啊！哎，吃饭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咋了你？
你一上午了，你一句话也不吭，你想啥子呗？我找周若怀那个老东西去。你找他去做什么呢？找他做甚？我找他要人。那人在部队上，你到了他家，你就能把人要回来？要不是他暗中捣鬼，咱散伙能到部队上，能挂花，能让花花一个女娃娃家到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去吃苦？那他捣鬼是不假，可你没凭没据的。你到他家，你不是自个儿找气受吗？你就照你说的，让他在外边想干胜就干胜，三十里铺是他家的天下，我就不相信没人管他了。要管，那现在也不能管。现在你就吃饭吧。我不想吃，我咽不下。哎，你个老东西你！哎，你做啥去呀你？大伙，你快把你爹给拦下！爹，咱回去吧，不要你管。爹，咱还是回去。你少管。冯兄，大驾光临，是迎是迎。你不要跟个称兄道弟的，我没那个福分。金管家，哎，在，把我的水烟拿个，给你冯叔抽上两口。好，来，冯叔，不用，抽我自个儿有。冯兄，我家的饭菜已经备齐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讲究着在这儿吃上两口。吃了你家的饭，我怕连命都保不住了吧？你咋越老越不说人话了呢？金管家，你失礼了。冯兄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哎呀，我这个人脑子笨，冯兄这哑谜打得令个费解。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问你，我家三虎子在哪儿？这三虎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跑到我家来要扔呢？是你和林四店设下的圈套，把他骗往汾阳，又让林四店家的二小子在半道上把他抓去卖了壮丁。我不找你要人，我找谁要？这话你可不能够胡说。去林四店家打工可是三虎自觉自愿的，至于到去汾阳的途中被抓去卖了壮丁，可能是个意外。你说是令锦生把他抓去卖了壮丁，这谁见了？谁能够佐证？再说他令某人的所作所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暗中使坏把花花换给人家，三虎子能跟着被骗过去？抹凭抹据，你这么胡乱编排，我可是要吃官司的。蓝花花是我家锦桂明媒正娶的婆姨，你家三虎几次三番到我周家来捣乱，我还没有说你呢，你倒反过来咬我一口。周若怀，你干过的什么坏事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以为你有钱就能一手遮天。你吃过几个馍馍，喝过几碗汤，别人不清楚，我能不清楚？二十多年前你家比我家还穷，不是你昧着行在外边倒腾了几桩砸手的生意，现在的日子不会在我家之上。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？我家有多少钱你也知道，你家底子的薄厚我也略知一二，要说比，我看也能见个高低吧。不要以为你家有钱，这三十里铺就你说了算。我就不相信这衙门是给你一个人开的。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衙门这主意你就不要打了。衙门不是给我一个人开的，更不是给你这样的人开的。你想找谁就去找谁，我家没有多余的椅子供你消遣。金管家，嗯，在。奉客，好，以后不要把这乱七八糟的人给我往家里引。啊，知道了。他冯守，走吧。
我家老爷说不管饭了，他赖着干什么呢？这是，真是的，你狗仗人势，你爹，爹，真是爹，爹，爹。爹把庄地卖了，啊，那花花到新华桥去又能咋着？队伍上有队伍上的纪律，能让他跟花花回来？就算能让回来，回来以后至少要花好多钱了，那钱从哪达来了？哎，我看啊，还是先让在队伍上治伤吧，伤治好了再回来。我就是卖窑卖地，也要给他把伤治好。你要是把窑和地卖了，让咱再住哪达？住三窝窝啊？那就把我卖了。既然要卖你，你不如和令氏店过的，何必这么折腾人呢？给，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给你妹子斗嘴呢？还？你看你，盛时候说盛时候的话嘛，真是。我什么话都不说就对了。哥，你看你个混小子，你看这个臭小子你。爹。我把淘心窝窝子的话撂在这的，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新华桥去。哎呀，花花呀，不是爹不心疼三虎，这么远的路，爹是不放心。刘副官是咱陕北的这个保安县人，我和他有点私交了，你一定要去，我写个条子，你带上行他去。横竖管用，多个人帮忙有好处嘛。哎，谢处长老伯。哎，不用谢。大伙儿，你们两个进来。在外边说事呢。爹，我说呀。爹，华华不是要去新华桥接三虎吗？我跟大虎合计着，给华华凑点盘缠。看看，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和你娘说说。你们两个能凑多少盘缠？他娘，他娘！哎呀，这饭马上就好，你等不及啦！华华要去新华桥借三虎，把咱村下买牲口的钱拿来，给他们凑点盘缠，别让华华在路上太吃苦。哦，华华要去借三虎？啊，那咋不让这大虎子跟上去呢？哦，你咋不去呢？爹。弟媳妇跟大白子一起出远门，这话好说不好听啊！你看看，就这你脑子转得快，让你动脑子想办法，你连个屁都不顶。爹，也不光是多闲话，他兰哥哥常年在外头搬船，咱冯兰两家人总要有个男人照应啊。就是，真真说的对啊，这大胡子去是不大合适。花花，嗯，嫂子，嗯，这次我和你哥攒的血汗钱，本来是想给你哥打船，请令司令吃酒花了一些，还剩下这么多，你全拿上。哦。哎，嫂子，他这多呢。哎呦，新华桥路远，去的路上华侨不会少。三虎伤重，你要接他回来，还要给他雇车马。本来。是应该让你哥陪你去，可是家里不能没有个男人。嫂子，你就没想过陪我一大去吗？我咋那么想过呢？可别人的唾沫，我不能不顾呀。哎，我真是两面为难呀。我明白，你和苏旅长是多年的交情了。不陪我一大去吧，说不过去；可是陪我一大去吧，又得落下好的话把把我哥的脸上挂不住。小谢华华，哥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小谢，你陪我辈子气吧。俗话说，心里没病，不怕吃西瓜。我相信你和苏旅长之间是清白的，我不怕别人说什么。为了我妹子，我看你还是陪她气吧。哥哥。有你这句话垫底儿，
我什么都不怕了。还是我哥疼我啊。回去吧，冯叔。冯叔，别送了。慢点走。啊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一下。娃他娘，娃他娘，麻利一点。来了。麻利一点。来了，来了。华华。啊。华华呀，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盘缠，你带好哦。哎呀，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家里难免有用项。哎呀，花花，你家中好说，拿着。啊，在家钱是好，出门一丝难，该花的你就花吧。啊，拿好拿好。那个人拿上了，等日后我跟个三虎哥挣好了再还上。自个儿家的钱哪来还不还的？你这娃娃净说外道话，装好啊！拿上啊！花花，本应该我跟着你去的，可是……哎呦，大虎哥，家里面不方便，我心里明白的很。我不是有我嫂子跟我一大去的吗？就是，你二老放心，有我呢。那就让你费心了，他嫂子。放心啊，大虎哥，我从佛阳逃跑回来，那令四店早晚回来要人的。我走了以后，走令两家不定啥时候回来闹事儿。我爹呢软弱得很，冯叔有的时候脾气也不大好，你们把老人家照看好了，操心好了，不让老人吃亏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就躲一下子啊。华华啊，你看你娘气小小的，想的可真周到啊。那大娘，我们走呀。啊，哎，走吧。好，啊，走了啊，走吧，走。哎。妈坐好啊，回吧，没事儿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啊。老爷太太，饭好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好，吃饭，吃饭。老爷，您坐。哎呀，九姨太，我的伤都好了，你还这么伺候着我？
我现在不赶紧伺候着您，等您把石妹妹接来了，连见您的面都难了。这哪能呢？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呐。您放心，我们不跟他争。这新来的哪个不得新鲜些日子呀？还是你可人疼，比他们都强。来来，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什么事儿？兰花花的去向查清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说着说着就来了。谁把他弄走的？陕北同乡会绥米分会会长张忠汉把他偷走了。他在哪儿呢？藏在三十里铺。他还真回三十里铺了？正是。一开始我就怀疑是他那儿的人干的，他回三十里铺，周若怀怎么不给我报信儿啊？哎，东家，以小的猜想啊，这周若怀以为他把兰花花嫁给了你，收留得住，收留不住，那是您的事儿，与他没关呐。他毕竟是本地人，不愿触犯众怒，更不愿意搅得你和他们之间。你求新婚之清静。这老东西，过了河就拆桥。带上几个得力的人，跟我去三十里铺抓人。哎，东家。俗话说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蓝峰两家毕竟是本地人，邻里乡亲势必都向着他们。咱们远道而去，您看，那就派快马前往河西分会，给老二过个话，让他带上队伍，在三十里铺跟咱们会合。好嘞。